开始。他提零零点六，他买的零点五的本。那我就说零点六呗。说零点六，零点五。那有的话，它有你检查一下，它就会顶死了。啊。就车嘛，对啊，就停了就完了呗。对你关死了，就是你关死的话，它有可能这这个地方没有压进去。对啊，对。那就让把这个地方修一下就行了。就是说，你这显示没开关的话，说明它这个地方没有给它信号，这个没按上去。嗯，没有给它信号，肯定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。嗯。或者说下面的线路出了问题。哦，对，这个没看懂。这有可能是啊。对。
哼哼哼。